Hello，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《Carnival Zombies》的第二版，这个是Kickstarter 的豪华版来的，所以比较大盒。那么我们就，OK，好大的一个袋子，然后这个是地图。双面的地图，反了吗？哦，反了。然后背面，这地图好漂亮啊！好多本书啊，这个是 U-book，然后这个是 storybook。哦，好像expansion 的那个 logo 本那个好像是，OK，它是每个 scenario 是不同的吗？有点像那个 Robinson Crusoe 鲁滨逊漂流记的那种 scenario。好多缝啊！也太多了点吧？到底有在数一共有多少份吗？The fog，诶，双翼的这个键，最后这是 reference 吗？哦，这是 reference，应该不同的，不同的妖怪，不同的 zombie 的东西啊，这是喷火。然后这里大多数都是人物啊，因为我们有 miniature，所以就多数不会用。这个 OK，The Weeping Angel，Interesting，这个是应该可以。堆出来的，那好，下一个，这个 OK，第一个要看的大概是这个吧，The Leviathan，Maybe not，啊，这是2层的，所以这是主角吗？就这边的。看起来都不是 zombie，这个有点像。Edward Scissorhands，这个是。
好吧，这次看起来都像是丧尸。这个，这些模型的设计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精致哎。不过应该还好。这是枪吗？枪。这个啊。模拟医生。会不会断掉呀？这个是刑天吗？Ripper，Davy Jones，我在乱起名字了，刚才都不应该不是他们的私生命。底座，不同颜色的 token。这些都是三 D 来的，在游戏里面。这边有什么？这边没什么了。你好吧。最后看卡牌，先看看各种角色。这个是写好我的漂亮的5、6、7、8有9个角色吗？是因为有 expansion 的关系吗？这还有一个正反不一样的 Colorful Zombie。OK， 牌的背面啊，出个来吧。这是不同玩家有不同牌库吗？怎么好像每个人的牌的数量是不同的呀？
这些武器，这是武器啊？好吧。排骨，fresh meat。好吧。是塔罗牌，塔罗牌。Sandbags，OK。这个像无恩亚一点，他的武器。Aerial support，哦，好吧。Trophies. Smoke bomb. Say who? 这都是同一个人。Okay. Chains. Golem. 哎，这个怎么这么暗黑的？他的武器都。OK， 那今天我们就开箱到这儿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